这配他们家的低的死亡结果，现在呢，我就听得很佩服，完之后他的胆识是吧？他的胆量，完之后就出来170万，他的身价可以说已经达，人家已经出了8000万，他的拍卖，大毛一条狗，他的配准备是多少呢？110万。无限感兴趣。这个小王是2014年的新秀。 他的血系是丝瓜血，他的父亲就是我祖籍的穆老阿明，这个秦王明王，地道是我的儿子，你会说尾，啊，他尾巴撅上去。